咱们有货喽！我去，这么小的一只红花蟹，逮这么大一条鱼啊！我估计是这个金骨鱼，搁浅领盒饭了之后，被它逮到了。好看，动下来，哈哈，它拖着跑。哇，这也是奇景哦！哎哎，它都不愿意放啊。给他八盒，哎，都不愿意松啊，这家伙，哈、哦、哈，哎呦，你是要鱼不要你的性命啊，哈，被你笑到了，有条海虾被搁浅了。我还以为他领盒饭了，但是还在动动呢，看到没？跑了。就算我不来抓你，潮水干了之后，你一样也是领盒饭的虾兄。堵在这石头这里，他来吃海螺了吗？你来吃海螺了吗？先捏住他，给他挣扎一会，耗他一点力气。哦哟。麻烦，哎呦，好滑呀！哎呀呀呀，嘿嘿，这下自己上岸了就跑不掉了吧？这一片都已经彻底干下去喽。有个大家伙躲在那个坑里，这家伙应该在跟周公下棋吧？哎呦，你领盒饭了吧？哎呦，活的，哈哈，它一动不动的。哇，大这只，好老了这只螃蟹，蟹王啊！这家伙是吃饱了在游玩吗？好多海螺啊！啊，他被搁浅了。你是笨蛋吗？来个特写，咔嚓！他怎么自个游到这边了？水浅的地方他就没办法游了。这些都是涨潮了，跑到珊瑚礁里面来吃东西，出不去了。看到一个东西游到里面了，躲在这个石头下，是螃蟹吗？呦呦呦，这里，哇，是一只长囊虾，它那两个夹子特别厉害的，弹到人的话很疼，这家伙螃蟹都干不过它。好多海菜啊，这一边。哦吼、哦！这里有条亮货，哇，这家伙在干嘛？他在吃海菜吗？呼呼，漂亮吗？这是猪脚红哦。有了，捏紧了。哇，呼呼呼，看一下这条鱼，还有锡子的，哇，呜、哦，被他扎了一下。哦，本来以为他还不会发脾气的，哦吼，有条海参这里哦，个头还算不错的，大是大了点，就是太短了，呵呵，不过也不错了。嘿嘿，身子躲在里面，把个夹子放在外面。我去，还不小啊！这一个好大一只兰花蟹，霞萍明天又有的吃了。这边水好清啊！
那你好像是一条鱼哦。身上是一条金鲳。哇，好了。哦，这鱼太灵活了。今天潮水很干，按理说这样的潮水是很多海螺捡的。哦，差点被他蒙混过关。这个虎头鱼特别会伪装，这种鱼它们长得跟珊瑚礁差不多一个颜色的，抓这种鱼千万小心，不能让它扎到。看，哇，好大一条啊，一斤应该有了。哎呦，这个回去卖给那个收鱼师师，够换阿平半个月的五花肉钱了，不错。这边有条鱼搁浅了，已经应该领盒饭了。哇，还活着，身上都是伤痕，是一条马鱼。嘿嘿，哎呀呀呀呀，不错，收了。哦吼，秀恩爱死得快，两条红尾虾，先抓小的。哎呀，想闪现，手捅进去。哇，这一条大，捏要捏紧，不然他们会弹起来的。一条海参。高端食材哦，平常经常看到一两个，就是不多，因为比较贵的海货都特别多人特地来捉。有货咯，一只山顶穴，因为它背上有山顶，然后我们这边的人就叫山顶蟹，看到没？嘿嘿，这头还不错，镜头。哦吼，你太不把我放眼里了吧？大摇大摆的从我面前游过，直接把它弄上去。嘿嘿嘿，这家伙会弹的，所以我们抓它的时候尽量小心啊，他头顶带针哦，这种斑节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结束吧。喜欢阿平的，别忘了点点关注哦。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